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现在西方呢也是进入了9月28号星期四，那东方呢已经进入了下午，我们现在是凌晨3点37分，东方是下午2点37分。好，大家我们今天28号东方就现在下午晚间就去睡觉，然后就到凌晨，我们相信我们大家真的回家了哈，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好，好不好？因为我看到的意象，其实我在学以前哈，认为回家没有回家，但是那个时候我有看到字说，不就是说没有，还没有回，但是这一次我没有看到不 ，OK， 没有看到不。但是有一阵子我是问主说，我说主啊，到底我解码的对不对啊，这些哈，讲了一大堆，然后神就给我看到一个意象，在7点8点的单位那边就写着没。没，我说没什么呢，给我聪明智慧，就是说没有改，有麦克，因为我一直问神有没有我做错啦，神你一定要跟我讲哦 ，OK， 让我会改正的哦。然后呢，我们看这个字没哈，没呢是有3点水，那时候还剩下3天就回了哈。然后呢，第二天开始算起，第三天应该是24号那一天。好，那上面有一个刀，刀就是分隔了，然后一个右边就是 right hand side， 就是 right hand side 就是右边手啊，所以右边手的还剩下3天就分隔了，所以就有一个美啊，所以不是说你看到美就是说没有什么，不是，神给我学到很多功课啊。就是不要自己用自己聪明智慧，让神来教导我们。所以呢，今天啊跟大家分享就是最后的3天，25、26、27。其实上一个Journal Page 有看到神给我看到 Journal Page， 然后应该27号就做完了，但是我现在刚刚做好，然后要 send 给 Kelvin 啊，英语的还没有做啊，英语的。但是英语的呢就是怎样讲，已经写好了，这些真的配置已经好了，就是要把它讲出来，或者安排一下什么要什么不要放进去，因为太长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继续努力，要记得远远的感恩，远远的走正义路，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走到永恒，永远的爱神爱人。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天子、圣灵，而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就不可能到父那里去的。所以一定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存心、存心、存意、存力去爱我们的上帝，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那刚才我已经先给大家一些爱的礼物哈，那后面又加了2个，因为怎样其实我还有很好的，但是就是没有本事哈，每一个跟大家分享，我也不要大家觉得很烦，对不对啊？就差不多就好了哈。那我收到的呢我能够收我一定去收，因为我不要失去这些福分哈。好，那大家你们不会失去福分的，因为莉莉呢工作当然会比你们多了齁，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啊。那我现在要先读雅歌，雅歌最后一章我们讲过啦，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都读，我们一定要读完，因为是7章。那我们不是一直看到777吗？刚刚好我们完成的时候配合，就是最后一章是第7章，也不是我的安排，这都是神的安排。那今天这一首歌我忘记今天是让大家听姐妹跟大家或者牧师跟大家分享的诗篇107啊，107，那后面那边也有祷告。还有一今天的诗歌叫做什么忘记哦，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家不在这个世界哈，在天国才是我们永恒的家。好，大家好好欣赏神跟我们讲的话。
那雅歌第七章我就不读全部，我读一些而已哈，因为我真的很累很累啦，因为怎样一直在赶嘛，一直在赶。你看真的 page 我都画了20多40个，应该是差不多有了哈。好，那请看雅歌第一，男的说，就是主耶稣说，我的公主啊，你的双脚配上鞋子多么美啊，有没有看到？第七章是讲到鞋啦，大家那一天不是给大家看到主给我们看到鞋啦，鞋脱的鞋，所以今天就没有。我在想说为什么没有呢啊，这几天里面，因为他已经给我们看到一双鞋，青色的一双鞋，非常漂亮的，那就是已经定了啊。所以在这边主耶稣说，我的公主啊，你的鞋，你的双脚啊，配上神给你的鞋是多么的漂亮啊。然后这边也讲到其他讲到形都是形容啊。然后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就下去到后面那边第六节。OK, 第六节。那这边也有讲到，比如说第五节，你的头如同加密桑，你的秀发好像紫黑色的棒子啊，我们有看到棒子对不对？然后有这边讲到紫色黑色，紫色黑色也是我们一直看到的颜色啊。那君王的心被你就是剁走了啊。那第六节，我的爱人啊，你是多么美丽啊。这边这个是应该是男的在讲 ,OK, 男的就主耶稣新郎在讲啊，讲新娘 ,OK, 你们准备得很好，准备得很漂亮啊。第六节新郎就说，我的爱人啊，你是多么美丽的，多么讨人喜爱，令人 ,OK, 令人陶醉啊 ,OK, 你亭亭玉立如同钟摆树啊，钟摆树。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下去到哪里，到第九节。其实在第八节那边也有讲到葡萄树，也有讲到苹果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那第九节，你的亲吻呢像上好的美酒，有没有啊？女子，然后女子就说：“愿美酒，愿这个美酒呢流进我良人的口中，有没有？又在口，我们一直有看到口，对不对？有这个字口啊，所以这些没看到的意象都是跟圣经来秘密相关的哈，所以。”那女子就是主耶稣的新娘说，用美酒这美好的流进我良人的口中，使他喜悦啊，喜乐啊。那我就玩注入他陶醉的唇齿间，我们一直有看到嘴唇，也有看到牙齿，对不对？这些都是在雅歌里面有的，大家。所以雅歌神最后跟我们讲，我们就读雅歌最后，因为这就是关于背题，关于跟主耶稣的关系啊。那第十节，我属于我的良人，那新娘就说，我属于我的良人，是他所恋慕的，是他所爱的。好，那在意象当中呢，也有看到四个字，真的爱情，讲到真的爱情，这边就是讲到爱情，就讲到真爱哈。那是一节，我的良人，来吧，让我们到田间去，在村庄里住宿吧。OK, 十二节，我们清晨呢，就去葡萄园，看看葡萄树是否已经发芽开花。那葡萄什么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呢？就是八月九月了啊。然后四流树呢，四流树就是 pomegranate, OK, 是否正在开花呢？四流树是在九月底就可以吃到四流了啊。我要在哪里把我的爱情献给你，有没有？就真的爱情啊。OK, 十三节，那里风家飘香，门口有各样上好的新陈美果。我的良人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啊，
大家，你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上给主耶稣呢？给我们的上帝呢？那这边讲到我的良人就主耶稣啊，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 ，OK？ 所以我们的爱呢，最初的爱，第一的爱，应该是献给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尤其是我们讲到主耶稣，但是当然讲到主耶稣，就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哦。好，好像我每一次讲到主耶稣，我要想到阿巴父，就讲到圣灵哈、哦。讲到圣灵，我就想起阿巴父跟主耶稣，我就不能够把他们分开的，就是了啊、哦。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大家欣赏，好好跟上帝。啊，有个美好的来往哈，美好的谈话啊，感谢赞美主，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 阿门。好，大家你看是25号、26号、27号，你要看它的颜色啊、哦，它的时间旁边有颜色，你就看了就知道哪一天看到的意象。所以我快讲过，因为这边很多放下去都是很重要、很美的哈、哦。然后第一那边我放最重要的啊，那就是怎样，好像饭团在中间，然后有一个洞啊，好像一个门进去这样，然后在这个门的底端一点有一个橙色的，好像橙色的米这样哈，橙色，那就是讲到五点的单位啊，五点的单位，那五点的单位可以说西方第五天就是星期四，东方就是星期五，其次六也是讲到东方哈，那橙色就是代表背题，所以这个是一个点一个点就代表背题的时间，然后呢，在两点的单位也有橙色的，两点就是代表回家，而且西方是28号，就是在两点的单位，三点就是29，还有另外一个橙色。这个呢比较大话，就是在还没有到七点，就是六点多，所以是不是我们这边六点多呢？我们就注意一下了哈。OK， 好不好？我们要吃晚餐，你们东方没不用担心，我们这边是晚餐的时候，如果六点多，我不知道几点哈，而且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我们多准备一下，好不好？注意一下啊。那如果你是在我们好像我们这边是，比如说啦，万一是六点多七点多，那我应该早一点煮饭，对不对？然后其他的你注意，其实没有灭火，圣灵都会帮助我们灭火的。好，接下来。因为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走了，我们也不要家里遇到什么事情害了隔壁家，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只是我们是因为担心旁边的人哦。OK， 接下来是有看到字在九点的单位，其实前面有一个字，然后第二个字就是今天的今，今天的今 today 啊、哦，然后再过来中间那边就写着准，什么是准呢？准是 exactly。准准准 ，OK， 看到这个准你就很开心了，对不对？这是说我们没有做错，准呐、啊，准呐、啊，做准啦 ，OK。好，接下来就看到很大字 ，orange color， 橙色的，就代表秋天，秋天已经开始，23号开始了。那写着这个字，逝去的逝，一二三四五 ，OK， 五画。那秋天的第一天23号，再加五就是28，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这边不是啊？对，逝就是消逝。什么是消逝呢？消逝就是 disappear， 不见啦，不见了，不见了。是第三日10:29，那是东方不见的时间。好 ，OK， 所以不见啦。什么不见呢？还有哪一个？好，背题 ，OK， 橙色就是代表背题，背题不见啦啊、哦。好，接下来是看到主的手，差不多五点的单位出来啊、一只手这样出来，然后看到他的 wrist 就是wrist 叫做什么？你戴手表的那个地方哦 ，wrist 哈、哦，他就戴着这个布做的，一点点奶油的布。那一点点奶油而已，它可以说是白色，就是绑在手什么啦 ，wrist 叫做什么？忘记查出来的手上，然后旁边有一个是好像有一个卡片这样哈、哦，
那大家都知道，神在旧约里头，我如果没记错，是利未记里头跟他们讲，你们的子子孙孙哈，要把字体写下来，绑在他们的手上啊，有没有？就是那个 wrist 那边。所以神画的这个是叫记得做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记得，要记得，心不可以在这个世界，心要在新天新地，要记得哦，记得哦。OK， 所以是绑在那边哦。好，然而上帝当然是记得咯。OK， 那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白色的盘子，那就有主的手指做五点四点形成一个 calf。OK， 五点四点大家都知道的，28、29号，然后也是星期四、星期五。接下来是看到一个女子，漂亮的女子，她的头发一边是直直下来，一边呢向着三点的单位，三点就是29号，东方回家的一天。那接下来是看到四部分的窗门呐、啊，窗口啊，窗口有四个部分，然后下面就写着六，好像四方格这样，然后四就是只剩下最后的四天就完了啊。那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看到的意象？是25号，对，也是25号。25号再加四个窗口，那么有四个哈，就加25加4就是29，应该是东方回家的一天。那我们也包括在内，对不对？不是，1:28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接下来是1:38，也是10加18啊，是这样。我看到蓝色的汤网哦，蓝色的汤网有三个，蓝色就代表天国，中间又有一个灰色的哦，然后呢，本来外面是可以放四个，但是一个不见了，一个不见了。然后它有一个汤匙是在1点2点的单位上去哈、哦，所以这边是算起来25号开始，到25号那一天的就不见了，然后就26、27就28、28就回家了哈、哦，所以都是配合我们所知道的哈、哦。突然间我前面的光变成很亮，突然间很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现在很亮。一定是神在我旁边啊，就会亮得很亮哦。谢谢主耶稣的到来。好，接下来啊，在走廊那一端写着华语的字，红色的写着九月，然后外面那边写着二，就是九月回家。好，那在两点的单位这样有一个 bracket 啊，给。然后里面写着一，然后七，它不是连接一起，它是分开一点点。也就是说，七月也是以色列的正月啊，七月跟正月是一样的，叫做 Tishri。然后在两点的单位，也就是 Tishri 十四号 ，Tishri 十四号。如果是七一，也可以说 Tishri 十三号。十三号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十四号呢，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那接下来就看到弟兄在4点5点的单位，弟兄呢加起来是13话，十三就是停止了，停止了回家。OK， 很多弟兄在等着我们。那接下来好像真的配这样，然后有一画在那边9点的单位，那神就在那边画了一个圆圈哈，也就是说是9月了哈，回家。那接下来。我是先看到红萝卜看到四条 ,OK, 那一天呢是24号，再加四条就是28号，西方28号，东方应该29号。那接下来第二天呢25号又再看到也是菜，那就是茄子 ,eggplant, 然后茄子，这一次茄子是三条哦，所以大家知道前一天就是4条，那25号那一天，第二天就剩下3条，那就对了，就倒数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是看到 good 是从8点这样，8点的单位这样上去哈、哦、good 就是好，OK，
那 G 跟 D 呢的数字 ，G 是 7，D 是 4， 7加4就是11咯。那11等于5加6，所以可以放在中间那个00那边，写着5跟6哈。好，接下来是看到水龙头那一边，水突然嘘出来 ，OK， 很多很多神的信息或者神的话就出来了，然后他那个 handle 那边转大小水那边，他本来是就像这11点的单位就是背题啦，所以大家听神的话听得很多，准备好，准备得很好，我们就应该回家了。好，接下来是看到 journal page 这样啊，每一天的不是每一天，现在 journal page， 然后下面不是有录音吗？看到这个录音只剩下一个了哦，只剩下一个，然后 journal page 啊也没有画什么了，就是主就放一个 blank 而已，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哦，然后呢就是一个 recording 而已，后面那边有两个 recording， 后面两个 recording。到底是不是明天还有一点点消息不知道，但是呢在下面11那边啊，就是每一天的真的 page， 然后底端有两个 recording， 那两个 recording 是不是代表一个是华语一个是英语的呢？有可能哈 ,OK。那你说华语的有没有两个？一定有两个的了啊，对呀。我知道到现在是两个，所以应该是这个有彩色的 journal page。 那如果到没有彩色的哈，是就是今天28号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之后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哈，如果有的话我就会send给大家哈。好，接下来看到冷冻的冷在九点的单位，1234567画 OK在九点的单位，冷，看冷，应该是一个字，冷是有两画，两画就是回家，然后有人呢，然后又有5到11 ，OK， 所以背题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OK， 然后又一个七有一画 ，OK， 感谢张梅珠。那接下来呢是看到有一个 overshape 的碗，这样有两种事物在哪一边，就是剩下两天了，这一天看到这个意象是26号看到的，如果再加两天就是 28， 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这边写着 T 大写的 T 00，然后9就是我在 type 那个礼物的时候啊，自己出现在那一边，就是大写的 T 就是 T3 或者是20，数字是20，然后00就是回家的两天啊，上面又写着9哈、啊。好，那我们就看 T 是20，那20那看时间，也就是11:18 OK。T 也可以是2，也可以是 2， 所以是2，然后有个8就是28，那东方应该是放9了哈，9就是29，9月29上去了。然后呢接下来是看到背题的门很漂亮哦，你看我尽量画啊，他只给我看到这么多，一画一 stretch 下来哈、哦。好，上帝啊，接下来是看到这个字是好像中间一条线这样哈、哦，他就写着15就是15号越过到另外一端。那我们知道是中秋节嘛，哦，中秋节，但是中秋节，早上应该早上就回了。15是中秋节的15号。好，接下来看到journal page 有字体，这些就每一天每一次三天分或者两天分给大家的一样的齁、哦。然后下面有两个 recording。好，接下来看到东北的方向有两颗星星 ,OK? 两颗星星就是神给我们表达他的爱。然后我们也是他的爱，我们要回家了啊。好，接下来是看到了，然后有一个字，但是没有抓到，为了，然后呢就为止，为止，
就是了，就是完了，为止，到这边为止啊。OK， 了是两画，是了是两画啊。那天看到的意象是二十七，应该是二十七还是二十五？应该是二十七，二十七看到的。那二十七了 ，OK， 对对对对，就是二十七，是昨天。是的，是昨天收到了。了就是两画，然后为止就是这样了，剩下两天。昨天是二十八 ，OK， 但是它有一个空吗？然后为止啊，到这边为止啊，所以今天二十八完了，二十八。然后接下来在六点的单位有看到八月九日是华人的八月九日。啊，你走上这个时钟哈，九是在六点的单位，因为放在六点嘛，这样走走走走到上面十二点的单位就是十五，也就是中秋节了哈。好，接下来六点的单位就写着八月三 ，OK， 我们又来算八月三在六点的单位，那我们就上去了六点的单位写着三，然后走走走走了一天十二天。又再回来原本的地方，也就是八月十五号 ，OK。那接下来看到一个男生在哭，大家都知道他穿青色的，就是说老婆啊、家人啊或者妈妈、爸爸不见了哦，他在哭。然后接下来呢是看到一个桶里面有垃圾，但是有一个罐子啊。他罐子的外面只是画着妇女的照片，的 drawing 的照片了哈，就是说放在垃圾里面的要带走的是主耶稣的新娘。那为什么讲到垃圾？就是我们要做卑微的，就是很谦卑的基督徒哈，那才能够接收这些。如果你是觉得你不能够接收，说为什么用垃圾桶来带我回家，那对不起哈，那你要学怎样的谦卑自己，这是神谦卑我们的方式哈。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盘子，这样在中间有一个铃，然后煮饭了，不知道是什么汤匙什么，然后放在十二点的单位，然后十二点的单位他会煮，就把它推下来到一点的单位，那就是使我想起之前一直有九到十二或者是十三 ，OK，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所以一直只做这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回家的时间 ，OK。那大家知道说一点的单位也就是二十九啊，十二点的单位也就是二十八。那接下来是看到一个方格偏向西方，然后在是西方东方的底端呢，就像外面写着五啊，五写着五 five 写着五五，这边就是一个星期的第四天，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他写在西方，所以我们就当他是西方的哈。好，接下来是看到主的大拇指啊，好像我刚才有准备这个神给的礼物，有主耶稣的这个大拇指的印啊，是 OK， 等下再印记，神跟我讲那个他的大拇指是一个印记，什么是印记我一直忘记叫做什么英语。印记就是一个 mark 就是一个记号啊，给死人记的这样。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粉红色的 plastic 的杯子啊，然后是已经 upside down 是倒转的咯。我现在看到手指是中间的手指也就是八，但是它后面两个手指也会看得到啊。好，接下来是这粉红色的一个杯子已经用完了，它就倒转过去，然后有四条好像四条铁棍还是四条，不一定可以说是 chopstick 就是筷子来代表了哈，黑色的筷子哦，四根就是向前走，那四也是代表天国啊。好，接下来就看到
啊，一边是细麻衣，上去细麻衣啊，白色的细麻衣，但是他的左边啊，细麻衣，对对对，右边，你知道我现在哈、哦，刚才而已看到蓝色的汤碗，然后有放在九点、十点、十一点的单位 ，OK。那十点也就是二十八，十一点也就是二十九啊，那些他们就，好，那四条四就是代表天国，讲到四细麻衣在东方那一端有讲，东方 ，OK， 东方的那个意象当中是这个细麻衣也可以说是结婚的婚纱 ，OK， 白色的，然后呢？这个西方哪一端有一个箭头下来，就是天堂下来，我们做新娘的穿上细麻衣就上去了好，接下来看到走廊哪一端是橙色的 orange color， 然后写的字就是写着 Z 就是26个字母啊，给大写的也有大写就是有时候代表两个七哦，这个 Z 的下面写着二 ，Z 就是二十六天二十六号，那二十六加二就是二十八，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接下来大家要请看一下，很重要哦，这几个就是一个包装，包装就整个意象都是看到包装在我前面，但是它的周围是有青色的，只有上面那一部分没有看到青色哦。然后哦，对对对对对，上面部分没有青色，然后它里面是什么呢？它里面是黄浆。黄浆大家知道的就是 orange 颜色，就是橙色，所以橙色的时候就是回家的时候，也就是秋天开始了。好，接下来是看到主的手中间第一个手指，第二第三是直直的上去，然后最后的手指是出来这样哈、哦、也就是说三天过后就出去的。那这个意象是在24号看到的，所以我们有这边有全部是四个手指，24加4就是28啊，28东方就29了，就是分出来了，分隔了。好，接下来是看7点05分就看到蓝青色，蓝色青色的彩色笔，然后有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写着二，写着什么呢？写着23，那23也就是今年是2023，就是23，那23也是代表回家了 ，OK。好，接下来看到真的爱情，真的爱情在八点的单位，真的爱情，上帝就是看到我们能够和能够好好去爱他 ，OK。就是真正的感情，真正对他的爱，刚才讲过了。好，那就是英语叫做 true love， 英语叫做 true love。大家如果刚才哪里我讲的不顺还是什么，请原谅。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爱睡，好像偶尔也睡着了，就是 split of a second 再醒来这样哦，请大家原谅一下。因为我昨天27号我整天做家务做好，我就一直在做功课，也没有真正休息，因为一下子就要醒来煮晚餐，然后呢躺下去也会看意象哦，也会看到意象。好，接下来是橙色的是星期二看到，一边眼睛是星期二看到，另外一边就是昨天星期三看到的哦。那星期二的看到一粒眼睛，那星期三又看到一个很活跃的一粒眼睛，活跃的一粒眼睛就是右眼，起初是左眼啊，这边变成右眼啊。OK， 是很漂亮，很漂亮。所以我相信就是回家的时间。那我刚刚而有看到两个 container， 放在洗碗盆啊
不是，那个你洗碗洗好，不是要碗放在那边啊，给它一下子干掉吗？对不对？所以，讲到这个眼睛是很明亮的眼睛，右边的眼睛非常明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我在讲啊，如果当中有什么字，好像丽丽怎么讲到哪里去，请大家原谅，实在是太累了。好，大家继续努力，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回家。阿们。好的，请大家看今天的第一件爱的礼物。那今天呢，我们西方这边是9月27号，那下午差不多1点49分的时候，我走过来，因为早上要做点功课。诶，怎么你大家都知道我的眼睛是蒙的啊，好不好？不是那么清楚，好不好？因为光线这样的灯光这些的光亮啊，亮度是蛮暗的。我昨晚的时候跟我先生讲说，为什么这些灯泡这么暗呢？他说不会嘞，很亮嘞。哎呀，我对呀、啊，是我的眼睛。好，大家有时候是很暗，知道吗？有时候还可以啊，所以时间真的很近了。这是神在跟我们讲说，真的要回家了。那我们这边27号，东方就28号。那明天就过一阵子，我们就进入28号。东方呢，晚间睡觉了，第二天凌晨就是29号。那东方应该是凌晨回家哈。好，我是走过来注意到，诶，怎么两个牙签，我也不记得我有放两个牙签在那边，我知道有一个而已，怎么会有两个牙签呢？我明明好像只有一个牙签啊。 OK， 不要紧，你看他的牙签哦，是不是一个还很新呢？对啊，好像好，对啊，有一点旺一点。 OK 啊，但是呢，你看他们的方向有没有，他们方向一条呢是在5点的档位上去，5点多上去，另外一条呢是6点多上去，有没有？诶，我在对，是那时候照到的照片。 OK， 所以他跟我们讲，是不是讲到一个是5点多回家，一个是6点多呢？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西方是星期四，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五天，也就是5点，对不对？但是这个5点不是准准5点哦，啊，对不对？然后呢，东方呢是一个星期的第六天，也就是6点，对不对？但是它也不是6点正嘞。OK， 那六，对呀，六，你们是凌晨，我们这边是下午，很近六了。这也可以讲说我们是下午，大家都清楚，然后东方是凌晨早上。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跟我们讲到，因为之前有看到六六东方是星期五，倒是应该是五嘛，怎么会六呢？ OK， 但不要紧。所以在这边一个，这就是有怎样讲，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是星期四，一个星期五，但是有没有可能讲到时间呢？只是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还有两个照片，阿们。那刚刚而已，我现在是11点10分，那10点46分的时候也就是14再加12、14分钟之前哈，我在做功课嘛，我真的在做功课。诶，怎么有那个牙签在我的布子上呢？我没有拿过来哦，怎么会在我的布子上？当然是从神而来的哦。大家看这个牙签是青色跟白色，青色就是走了，白色就是穿上细麻衣哈、哦，穿上细麻衣啊、然后你看它的时间是10点46，也就是10:10 ，OK。啊，不，就前的10:10。那在今我正在做功课，这个 journal page 上面在做功课啊、哦、啊，那就看到这个牙签在我的前面啊。你看它的方向是不是8点到2点呢？8点到2点，如果上面下来，也就是28号啊。之前有看到在2点的单位哈、哦，就有
八也有二，好几次写作八，在两点单位也就是二十八哦。那二十八当然大家知道是西方回家的一天。那二是代表什么呢？二就是代表回家。那我还有一张照片，有没有？好，请看第三张照片哈，同样的是牙签。那我呢，就不是刚才讲到我在布置前面，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头就转过去我的右边，诶，他也是眼睛会注意到，你看我现在要看是很蛮蒙的，但是就注意到，诶，怎么另外一个牙签也是一样的方向呢？怎么可能呢？我也没有特别特意这样放哈、哦，所以大家你会懂得数学，你就算它的 probability 是多少 ？OK， 一样的方向，两个不同的地方，好不好？没有去动它的，你算一算这个 probability 是多少？好，你就把它来拿来比较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方向呢？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有两个圣经讲说，有两三个的话，见证人的话，这件事情就定了，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回家。今天的下午3:58就要进入3:59，就是58、59这样。那三呢，就是完了，58也就是30+28，30就是讲到9月份。28就是9月28，那3:59呢？三就是完了，59也就是30+29，也就是9月29号。那我在做功课，因为看到还是很多意象，但是最后那边的非常非常重要啊、我就尽量把它做出来哈。啊，你看，等下可以看到真的 page 啊，比通常的多一点点，然后多一点点。所以呢，我就注意到，诶，怎么我的真的 page 怎么有这个好像是上帝的画画，很小，有点蒙蒙，但是我还会看得到，我不能够假装我没有看到，好不好？有看到就是有看到，没有看到就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们是真就是真，假就是假 ，OK， 要黑白分明哈。所以就看到主的画画在蓝色的线最后一个蓝最低端的蓝色的线下面，那个是我第一注意到的哈、哦。所以大家我们看另外一张照片，所以这边神给我们的画画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出去啦。我们先看下面的画画先哈、哦，因为我先注意到下面的，但是上面的就是见到下面的就一下子就见到上面的了哈、哦。那下面的画画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好像飞出去，飞上去，飞上去，飞上去，就好像4:05的单位飞向10的单位，有没有？4:05中间飞向10的单位，那十呢，也就是9+1，是不是？大家的数学应该很棒了哈，十就是9+1，那也就是9月进入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啊。那10呢，也就是2+8，也就是28。那28大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比如说12的单位是24，算下来28也就是在4的单位。那4的单位呢，也就是20分，对不对？所以意思讲救恩28号。好，大家给它放大一下，希望你能够放大哦。你可以看到有两个人站在那边 ，OK， 一个比较高，一个比较矮，在西方的，你把它转一点点哈，好像是转还不到90度吧。你可以看到向着西方，就是向着左手的，向着左手的那边比较高，那右手的那边就是像这东的那个比较矮哈，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西方是 PM 下午晚间回家，那东方呢就是早上凌晨回家。那还有一个，你把它转90度，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个三，有没有看到三 ？OK， 可以看到三，三就是完了。然后你在最底端的左边 lowest right。lowest 最底端的
右边有一个男子啊，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身上这样好像衣服穿着跟裤子吧，他有这个好像华语的字，华语的字是六啊，六是什么呢？喜乐在于人类，就是六，六就是人类，所以喜乐在于人啊，人的上帝给人喜乐啊。然后昨天不是给大家听也是讲到喜乐，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六呢，就是一个星期的第六天，一个星期的第六天就是星期五，那也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所以你看这个男生哈，比较年轻的，他是在底端向着东方，也就是东方星期五回家。一个星期的第六天就是星期五回家，所以那我们还有一张照片，感谢赞美主，阿门。好，请看这是第三张照片，这也就是在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人飞上去那个的上面哈。那这个黑纹呢黑纹 black mark 哦。它你可以看清楚，它是在两条蓝色的线的上面。那什么意思呢？两条，那今天呢一条线，蓝色的线啊，它有中间的 space 就是代表一天哈，所以它是在两条线的上面。 OK， 那是什么呢？其实我照到的时间也是26，你看我这边现在是不要紧，就是有没有看到它是 Z 啊 ？Z 是不是？你看放大一下，它像 Z 也像 2，OK， 像 Z 也像2啊，所以 Z 呢就是26，是英语字母的第26个字母，然后也像2，对不对？所以你要走下去两格就是出去了啊。那这边是26再加蓝色的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加2，之前有看到深蓝色的 navy blue 啊，写着26，然后上面又有2，也就是26加2就是28。那这边呢神的画画是 Z 是26，然后再下去一行就是27，那再下去一行就是出去了。所以大家西方呢应该是明天，再一阵子就是明天回家，那东方呢也就是你们的明天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阿们。好，请看第三件爱的礼物。这个爱的礼物呢是昨天9月26号收到的哈，那是晚间11:07，那时候在做功课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是进入了第二天27了啊。在那个时候呢，我突然间怎么我的布置有一件东西在那边呢，怎么我布置有东西，我没有去拿什么东西放在布置，怎么布置就是今天的这个 journal page 上面怎么会有东西硬硬的，我后来去动一下是蛮硬的齁，就在我前面齁。当我那时候我在type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就有一点很爱睡了， OK， 眼睛闭起来只有两三秒钟，打开大概两秒钟吧，怎么有写着 TOO9 啊 ,TOO9, 那在真的配置上边我有写出来，那等一下大家就看一看神在跟我们讲什么 ,OK? 那其实我可以直接解释一下 ,T 就是西方是星期四回家，然后00OO 就是00，也就是20、28，然后另外一个0呢也就是29哈，那上面又有一个9啊，小小的9，那就是九月了啊，九月星期四是西方，28号29号是东方。你说上帝奥妙不奥妙啊？大家真的，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回家，好不好？好，就把这件爱的礼物把它放大一下，大家注意它的颜色啊，它的颜色是。有一点点橙色再加棕色，对不对？橙色加棕色齁。
好，大家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它的上面好像 bubble， bubble 就是水泡泡泡，然后有没有像泡泡这样？那泡泡这样哦，是会飞的哦，上面有两种的泡泡，哎，有不一样的脸哦。那可以看到比较上面比较白的，就是一个人的脸吧，是不是人的脸 ？OK， 像一个人的脸，有鼻子，有嘴巴哈、哦。哎，那他肚皮那边，肚子那边其实有，你把它转一下，你可以看到有好像有一个人躺在那边哈、哦，躺在那边。那其实呢，棕色那一段你可以看到好像一个小方舟 ，OK， 小方舟。那白色的泡泡过来是金色的泡泡，对不对？金色的泡泡，刚才忘记查一下，好像也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也是一个人哈，有头有肚子的哈，好像有一个 baby 在那边 ，baby 就是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那有方舟，对不对？那方舟下来呢，最底端呢，你像转一下。你可以看到好像一只鸟，一只鸟在飞，所以有鸟，鸟我们要像鸟一样飞上去，然后也有方舟来接我们回，然后我们会像泡泡这样飞上去。OK， 小 baby 就是时间很短了，我们就要进入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了啊、哦！哎，那可以看到人的脸，那可以是不是你的？看不清楚啊，那。反正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新娘回家，好像金色的是一个脸，人的脸哈，另外一个也是刚才看好像是脸哈，但是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下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躺在那边，或者是 baby 躺在那边，非常非常有意思，而且是泡泡，泡泡就是会飞的，很轻的会飞上去，所以我们会像泡泡这样很轻的飞上去。不要说上帝啊，怎么可能？我要200多磅哎，怎么可能呢？我要说哪里有什么不可能？上帝总够把那个伤把它移了，伤把它丢进海里都能够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好不好？好，请大家看第四件爱的礼物。那这一件爱的礼物，我就只放一张照片，因为太多张照片的话，我很怕 Kelvin 会太复杂给他哈、哦。哎，他就是要简单简单的，所以呢。我就只给大家一张照片，那你们可以自己放大一下。好，那看是这样，昨天昨晚刚才讲的也是11点07分，现在是11点48分，也就是41分之后，我爬起来要去厨房，诶，怎么有两样东西在那边呢？这么白的哈，就那边。其实我照了照片之后，我就去摸它一下，是硬硬的，硬硬的。我家里哪里有这样硬硬白色的哈、哦？在我的桌子上没有吧 ？OK， 那有可能哈、哦，有可能是那个 correction fruit 哈、哦，它变硬的时候，但是没有这么大力吧 ？OK， 但是也是很小力的哈、哦。那我们就看一看，那就是昨天26号。的11点48分，晚间就要进入27号了。那我就很惊讶的看到这两样东西，你可以看到是有一点奶油颜色哈，真正的是有一点奶油，一点点而已，白色，但有一点点奶油颜色。那我看下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两样东西要出去啦，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圣灵跟，意思讲圣灵在我里面跟我讲说。要出去了，这两样的东西表示要出去了 ，OK， 要出去了。好，我们如果你把它放大一下，你可以看到，看到什么呢？看到向左边，就是左边，左边就是 left hand side 哈、哦，是有一个人 ，OK， 他向前走 ，OK， 他向前走，你放大是看到一个人，那。
在右边的就是 right hand side 的呢，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头，一个人的头向下这样，很谦卑的向下啊、哦，向下这样很谦卑。然后呢，他的头上那边有没有尖尖的上去？其实那个尖尖的上去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baby 还是什么 baby， 就是讲进入新的生命，上去进入新的生命。那这个男生呢，他的脸呢是下。就是垂下的，就是很谦卑的基督徒啊，穿上细麻衣就要进入新的生命，所以大家继续努力。那我们这边是爱的礼物第五件哈，大家都知道我拿收到很多很多礼物，还有很多，但是啊，我想我就放比较重要的哈，其实好像主耶稣的新娘妃呀、啊，这些我在想，大概我会下一个了哈、哦。诶，还有很多，还有很多，所以啊、我只能够放这么多，太多大家也烦了啊、哦。好，那我们，但是我们不可以跟上帝讲我们很烦，好不好？我们跟上帝说，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多的礼物，礼物也就是一个祝福哈、哦。所以呢。哎，那神就给我们越来越多，但是呢，我每一次收到很多，我就讲说我要感恩 ，OK， 就算收多少累不要紧，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收神给我们的礼物。好，在这边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好像一个叫做 trophy 叫什么奖杯？啊，一个奖杯这样哦，你比赛赛跑，你不是拿着一个 trophy 哈、哦，奖状哈、哦，叫做什么奖杯哈、哦？我有没有看到在一个奖杯白色的哈、哦？那它有一个七，又有一个一，短短的一。那短短的一呢，你把它放大，你可以看到一个女人的脸哈、哦，也就是代表主耶稣的新娘哈、哦。那一呢，就是进入新的开始，进入新的。新的生命 ，OK， 一啊，然后呢，一也可以讲到最后一个台阶。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上面是一个七，其实这个礼物是在9月22号收到，是凌晨1:47，那是22号的。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算是22号，好不好？22、23、24、25、26、27、28，第七天就是28号。那我们这边28号，东方就是29号，那就准了，对不对？然后1:47，那也就是被提进入新的开始啊。好，那我们旁边有一支蓝色的笔，有没有？我就要大家你注意一下，很特别很特别。为什么呢？这支笔在银色的会亮的银色的那个部分哦，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影子，好像上帝的影子，白色的哈、哦，白色的人穿着长袍 ，OK， 也可以代表。圣灵也可以代表主耶稣，也可以代表天使啊。还有一个，我相信可以代表我们啊，就是主耶稣的新娘。但是新娘呢，都有很亮的光 ，OK， 很亮的光。但是我觉得是代表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多圆圈，像那个泡沫这样上去，那就代表我们哦。那下一个爱的礼物就是讲到我那天画主耶稣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圆圈，对不对？那这个圆圈呢，我们有140个人，那其他的呢又有700多个啊、也不知道是全部加起来750，还是说。吃肉的是140，然后其他的是750加小孩子 baby 们哈、哦，好不要紧，反正我们尽量每一个人都上去哈、哦。好，我们看到这边啊，好像这个影子是代表主耶稣或者是代表圣灵哈、哦。那你把它放大一下，好像我等下会放大的照片，好。我们就放大这支笔，大家可以看到
是好像这代表主耶稣哈，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呢整个主就是主耶稣，我们是他的肢体哈，他的肢体没有整个教会哈，全部的基督徒就成了主耶稣的肢体，有没有？好，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亮光的影子哈。向做东方的就是 right hand side 右边的，你可以看到转90度，你就可以看到10就是10，然后又写着8就是王了，王了回家，王了家。那10呢也是2+8，也就是28，这是西方28号到家。然后呢向做左边那边，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四方格形成一个八，八就是家，然后有个 Y 就是25哈，25也就是赎罪日，赎罪日啊，赎罪日。然后呢有一个 T 是20，20就是救恩啊，20就是救恩。啊，然后T 也可以，你知道我现在看 T 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现在看这个 T 哈，我这样看过去哈，就好像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OK， 那 T 呢就是星期四，也可以是 Tishri 以色列人的契约。好，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三，有没有看到三？三就是完了。其实3+8就是11，11就是背提哈。好，再上去一点，你可以看到一个四方格，好像那个走廊到另外一端，或者是一个门哈。然后这个是四方形四方格，然后再上去比较高一点，也有看到一个四方格。大家，这个四方格可以说是我们从这个自然界进入灵界，另外一个门灵界进入自然界。OK， 所以有两个门哦，所以大家继续努力，阿门。大家请看第六件爱的礼物，这个呢是在9月24号，我画了这个代表主耶稣啊，因为看到他，我画的不像，对不起啊，但是我看到主耶稣，他的嘴张大大，他的手呢，他的 right hand 就是右手指着九点的单位哈，然后很严肃的的脸哈。那他穿着的衣着是金色的，那我就画了简单的画画代表他。那当我发现好像看到有很多一粒啊，好像鱼蛋这样哈，那我就照了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得到一粒一粒像鱼蛋，其实在底端那边你把它放大一下，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鱼蛋齁，其实这个是一个一个圆圈代表我们每一个人上去的齁，这就是代表140个人赐肉的，所以有这么漂亮的圆圈啊。然后呢另外一张照片不同的时间照就看到有一点不一样齁，好，是一样的画画。那大家你放大一下，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女的齁，哦对不起，时间是9月24号1点49分，49，也就是20+29，也就是救恩29号进入新的开始啊。好，你可以看到一粒一粒然后像泡泡这样上去，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女的在她的左边我们看过去，右边我们的右边她的左边很爱睡啦哈，但是功课不可以没有做完哈，回家就不好了哈。那她的袖子那边呢可以看到有一个 E 啊，英语的字母大的 E 哈。然后呢在主耶稣代表主耶稣的 right hand 就是右边手，就是我们看过去左left hand side，
对对对对，OK，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那边画，他的手那边可以看到一个六，但是也是一个九啊，六也是一个九，九就是9月，然后六呢就是星期五啊，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个 C 啊，C。C 就是三王僚，然后 C 呢也是代表半个圆圈，也就是六七这样。好，在这个像这就是它的，我们这样看过去哈，在我们的右边啊，就看到右边，你可以看到有数字，上面有写着17，17，17。啊，但是也点分开，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七月也是正月哈。然后呢，下面你可以看到有又有 cup 就像一个杯子，就是救恩。然后也可以看到七。好，感谢他们，就我们就看下一个。好，请看一样的礼物，但是第二张照片哈。第二张照片是2分钟之后，比这个第一张2分钟之后，就是1:51早上凌晨。那在这边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像他的手哈，手有很多一丝一丝的，那一丝一丝的，就是代表。背题的路哈，背题的路，或者是讲，我们就简单讲背题了哈。然后呢，看到很多不同的，有些是一样的，好像17:7，然后 calf 是一样的，然后有一个九或者是六，然后一个 c 啊，这个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就是在他的左手。我们看过去，在我们的右手啊，他的手臂那边有没有看到？你把它转房时间的 anticlockwise，它转90度，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做工嘞，哎，好几个，一个好像拿着锤呀，一个坐在那边啊，大家把它放大，有很多神奇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他要我们做他的助手啊，做他的助手是他的 left hand 啊，是他的 left hand，他的 right hand 呢，就是他的右手是带着权柄的啊，那他的左手呢，也可以，他要我们做他的助手啊，所以可以看到那些画画这个照片里头人很努力的工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阿门。请看这第七件爱的礼物哈，哎，那是9月15号，今天我们现在也进入28号，13天前哈，还不到13吧，12天前，就6:51弹完的时候，我在喂我的孙子哈，应该是小孙子哈，哎，然后呢，我在喂，突然间。看到，诶，怎么那个杯子旁边，那个台垫那边，怎么会有米饭掉在那边嘞？我没有掉在那边啦。OK，看清楚，哎呀，好像一只绵羊嘞，又好像马嘞。OK，那赶紧照个照片，那给大家看一看，大家欣赏，这是上帝的创造哦。他跟我们讲什么呢？大家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这个杯子啊。杯子的八点那边，外面，然后杯子的外面啊，出去了。杯子的外面呢，八点的单位就可以看到两只马，其实是有两只，你看清楚，它两个身体的哈，两只马，一配，叫做一配嘛，一双马哦。然后呢，在这个杯子的9点的单位，你可以看到一只羊。一只绵羊有没有？那是用米饭做的哈。这只绵羊呢，你看清楚，它是有一个小 baby 小孩
啊，小孩在他身上，那这只羊呢，就是代表主耶稣哈，代表主耶稣。然后马呢，马是来接新娘回家，马是来接新娘回家，好不好？然后那个绵羊哈，这只羊就是代表主耶稣，他的啊身上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当然我们也知道，小孩子跟 baby 们都一起回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还有一个那个在台电那边，你可以看到，是九点将近十点的单位是两只马，然后十点的单位呢就是这绵羊，有没有？那九呢就代表九月多快要月底啦，哦，所以是九点再上去一点，然后绵羊在十，也就是 yoke， 以色列人叫 yoke， 就是十，也就是代表谦卑的主耶稣。好，大家继续努力，阿们。请看第八件爱的礼物哈，那这一件爱的礼物呢，是在9月15号那一天6点51分，也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把那个眼镜脱下来，要去擦眼镜哈，然后看到，诶，怎么有这个印记哈，这是什么 thumbprint， OK， 印记啊，在我的眼镜。那其实刚才我在问神，我在怎样讲哦，然后他讲，我问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印记啊。那什么印记呢？就是怎样讲，帐篷啊，给我们一个证据这样哦。所以大家，我们真的要回家，不是开玩笑的。感谢赞美主，阿们。请大家看第九件爱的礼物哈，那是怎样一回事呢？是那时候是7点35分，是在8月13号，8月13号已经一个月半了。其实那个时候是怎样一回事？我在做家务嘛，因为那时候晚餐好了要洗啊这些。好像那一天我有给我的小孙子吃一点巧克力蛋糕，然后我在不知道在哪什么的时候，突然间好像东西滑过去我的手，就会感觉到很重，蛮重的，这样滑一下，诶，我的手有巧克力呢，巧克力就是画的这么整齐的这样一画，然后后面那边有一个圆圈，也是它是一连接过去的哈。那大家都知道，我那时候我照的时候哈，是没有这个蓝色，没有这些星星，这些白色没有，就是一片啊小小片的这个巧克力而已，没有其他东西。但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回去看照片，哇，很多东西出来嘞，而且非常非常漂亮，比现在照片里头更漂亮，因为放在电话里面一阵子了嘛，我没有把它放在一个令里头，就是放在 camera 里面，所以它的颜色有点改变，起初是没有东西，就是巧克力一片，然后过几天就有这个蓝色白色这些，好像星星，这些是非常亮的，非常漂亮。然后因为我太忙了吧，然后又一阵子又忘记了，又没有放在令，所以现在又回去想到这个一定要给大家看，但是颜色就有点变了，因为怎样，有时候我们不珍惜神给我们的东西哈，它就是慢慢的不见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有蓝色有白色，给我觉得很科学化，所以因为我现在已经2点多要3点了哈，我的那个真的配置还没有好，我真的配置好了我要去睡觉分给大家这个什么，就是神的信息，华语的哈，然后睡一阵子，然后早上准备早餐之后，大概我就赶紧下来准备英语的哈，英语的，然后 Kelvin 就能够 upload， 还没有睡觉前哦，所以我们继续努力。那第二个，我等下会给大家看第二个，第二个是把它放大的，所以你看哈。
其实里面的你放大了，你可以看到一些是，好像我有收到，那是前几天的事，收到的礼物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哦，诶，但是太多了，太多爱的礼物，所以我想我就到这边第九件爱的礼物就是这样了啊、哦。所以大家你放大一下，看神在跟你讲什么。我给我觉得感觉是讲到天空上的，因为我之前去新天新地的时候，突然间一个晚上我就看到很大大的意象，几个意象哦，一个晚上就是那个新天新地的地图啊这些，然后呢看到大天使出来后拿着一个桶啊，那天上的星座都乱了，然后把天上的星座这些一粒一粒一件放在这个那个桶里面哦，好。对对，应该是铜，就是看着天使出来这样，它的颜色是金色的光这样照过它。然后那天晚上也有看到兽掉进河里面啊，然后就很多次这样走过，我旁边这边走过，整个房间这个意象就是整个房间 occupy 整个房间，所以大家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回家。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第二张照片，阿们。这第二张照片跟上面一张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巧克力，但是出来的这个 pattern 出来的这个照里面的星星这些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蓝色的齁，你放大你看的比较清楚，蓝色就是代表天堂，代表新天新地那一段齁。大家你可以看到有几个点啊，白色的点有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就上去了哦，我相信就是代表几月了，六月、七月、八月，然后就上去。有没有可能对对，反正每一天太阳都是从东到西，这边也是从东到西齁、哦、是讲到最后的四个黑天，对对对，因为巧克力就好像黑天啊，四个黑天，那四个黑天是从赎罪日开始算起吧，啊还是26号 ,26,27,28,赎罪日开始，那就是25一粒白色的哈，然后第二粒是26，第三粒27 ,OK, 27, 然后第四粒就是28上去了，然后我们一起上去，后面又有一个点啊，一点就是代表停止，也就是29号。OK, 所以上去的有三个在一起，三四个点一起哦。所以好好欣赏神给我们的礼物，然后比较后面那边有一个点，圆圈的点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到新天新地了，感谢赞美主，阿们。